有关民众社群网站贴文，于国道一号汐五高架环北路段遭后车使用雷射笔照射前车后视镜，影响他人行车安全，将依个案调查，如违规属实，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之规定，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，并吊扣牌照6个月。警方呼吁用人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，不以不当方式造成行车危险。如果民众有遇害，可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检举专区提出检举，经查证违规属实，将依规定致单举发。若有涉及刑案，将依法侦办。